陈，哎呦，哇，台大一吞糯米，哎哎，大成是谁的公子？徐老师，徐威老师的儿子。哎呦 ，I can teach you better。徐威老师。有一层有一层，对对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对，有那感觉，有，将来有要跟妈妈一样，这个成为这个教学大师嘛？在台湾的台湾大学嘛，然后现在是做这个电商品牌，出干拌面啊、料理包啊，是啊，食品赚很多。Lopado Tema chose Lacho Galio Cranio Leap Sanadrum Hypotrimeter Sophio Para Omolita Catechimino Kitchla Picasso for the Parastur Electrion Optecophalia Kiklopolia Lago IoSerioZeriobate Tragano Tarragon 这个字是由188个字母组成，请问这个单字代表什么意思？超丑，代表神经病。那位食物 B 古时候的壁画，好闹哦，长颈鹿。那这一层又很长哦。3 2 1举牌，好快哦，应该说请猜吧。什么意思？1 2 3请亮正解。好 ，A、B、C 都有了吧？哦，我跟你一样啊，完蛋了，好来，要问大成啊，大成有，以前应该念过，有，因为这一题是以前。徐威老师还比较年轻的时候，他会上台秀课，他会教字首字尾怎么拆解，他就会举例一些很长的单字，是，其中这个就是一个，是这个，他是在古代的文献里说类似像剩菜剩饭的这种辣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单字。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伊森你怎么讲？你上过徐威老师的课，对不对？还有想一下下里面，试听课，高一是上过徐威老师的课。都没有在认真，显然没学好啊，没学好。一起来看下一道题目，出题。此题来为国小资优班考题，请问下图问号应该填上哪个数字 ？A 41 ，B 59 ，C 好66。慢慢来，给大家想一下，给你们一些时间，这个要想。拿笔可以。像这种难度，的问题，我至少也要5秒左右才能答得出来。太快了吧！来来来，1 2 3 4 5 OK， 大成 OK 吗？不太行，但是我觉得有个答案。它有一些关联，有迹可循，有去想一下，慢慢想，应该是想得到。这个的逻辑，我也想好久哦。对，逻辑概念，这一点就通了，真的，一点就通。只有Eason已经安居若素。有没有？应该了。哦，那 OK 啊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举答案。来举。一二三，请亮正解。好哟 ，A、C 都有，就是没有人是 B 的。没有 B。OK， 来，医生告诉他为什么是怎么算的 ？41， 很快就弄好了。就是数字的平方嘛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平方是4嘛，然后就6×36加起来是40。哦，大成也知道是真的，不是瞎猜哦。在他讲之前，我都觉得不是，因为上面加起来2×6是8，对，3×7是10，4×5是9，所以答案在40跟58之间，所以我选41。哎，这个逻辑推演，这个也可以啦。但听他讲了以后，感觉那个是正确答案，我就要赶快说啊，对我也想到。喂，原来转的蛮快的哈，赛道的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知是知也。好吧，来41，一起来看下一道题目，出题。根据瑞典化学家阿弗列诺贝尔的遗嘱，1901年开始每年颁发5个诺贝尔奖项，请问？下列何者为后人增设，不包含在遗嘱中 ？A. 和平奖 ，B. 文学奖 ，C. 经济学奖。后人增设的，他遗嘱里面有5个奖，我们都可以颁发给他。5个奖里面，这3个当中有2个是在里面，所以有1个是后人增设的。和平奖呢？文学奖呢？还经济学奖呢？3 2 1，请举牌。哪一个是最新的啦？1 2 3，请亮答案。嘿 ，C 比较多哈。嘿，来，高医师，你选 A， 因为和平奖好像是。近期的对不对？1901年还没有打仗啊，一战还没开始。那一战是几年？
1911吗？二战是1941到1945。OK，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没打仗，大家不会想到和平奖这个问题。哦，应该打完之后才会穿着赴会把它加上去。但蛮早的吧？我记得和平奖蛮早，我印象中好像不知道他是跟数学家还是谁有仇，所以一开始是正大跟北艺之间的交流。漂亮，因为我们自己是经济系，在学校里，economy，有资格讲。来，其实经济学它是属于比较现代，我们才把它归到学科里面作为科学去研究。以前可能大家都像宪哥一样很有经商头脑，对不对？知道 supply demand， 但是我们不把它称作经济学。哎，到比较近代以后才有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后来才增设上去的。这跟新闻学一样，新闻学以前不叫个学，就是新闻而已。新闻五个诺贝尔奖是包括了和平文学、物理、化学跟医学。没有经济，全部都知道。好，拿五个，来再来一次。和平文学、物理、化学跟医学。哇塞，就这五个。对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经济。好，也没有经济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以下与动物相关的英文俚语，请依序答出正确答案。Can you tell me, Anna? Oh, I don't know. Yeah, you have to answer yourself. Can you teach me? Yeah, Anna. No. In words too, in rest. Oh, 讲到什么？对。哇，这会扣分，不敢乱答。好了。好，拼了！哎呦，从大成，大成有不能输的压力啊！这个怎么有压力？抢答嘛！妈妈派他来参加节目，结果回去英文还答错，对不对？来 ，love。OK， love me， love my cat， 猫 cat。爱我也爱我的猫。Like a dog on hot bricks。Brick 是真那个 brick 是砖头嘛，所以热的砖头，狗在上面跳脚这样。哦，然后最后是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。OK， 鸟 B 不确定，正确解答，请看。他的原文应该是 one bird in hand better than ten bird in the forest。哎，一鸟在手，胜过十鸟在林。这个答案是一定要听我的，因为这个是 Michael 本身跟我讲的。为什么？哪一个 Michael？ One bird in hand。Michael Jackson， 他有被唱到。Michael 的 Yakitori， 他有掌握。Yakitori， 招鸟。Love me, love my dog。爱我就要爱我的狗，对不对？那 like a cat on the hot bricks， 就这样子。